呀？瞧你那样，今天呐，你可有口福了。这里面是咱家小伴向你挑战一天只吃甜的食物。那多腻呀！我可跟你说啊，小伴都说了，就喜欢看你吃甜食，而且他们还说了，只要你能挑战成功，带着全校的同学全给你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就爱吃这甜甜的。安排早饭，咱们先给小胖来一块甜滋滋的奶油蛋糕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真香！然后再给小胖来一盘可乐鸡翅。不错不错。然后再给小胖来一袋混合桃椰果口味的光明儿童奶酪棒。这个奶酪棒不光口感细腻 Q 弹，而且奶香味也十足，里边还有果粒呢。那是当然了，人家这个光明奶酪棒不光口感顺滑，奶香味十足，而且还有蛋白质和钙，还能补充营养呢。口味也非常的丰富，有原味、水果味、酸奶味，还有混合桃椰果味、混合莓椰果口味呢。刚才我给你吃的带果粒的就是混合桃椰果口味的，混合莓椰果口味也有果粒哦。而且它不光好吃，还好玩呢。奶酪吃完了，剩下的拼搭棒可以拼搭出各种好玩的玩具来。赶紧给我，让我玩会儿。那可不行，我还有很多创意没拼搭出来呢。好吧，那我就吃完奶酪棒，把棒棒咱起来拼，看咱俩谁的创意更好。晚饭给小胖来一盘甜甜的芝士玉米，再来一杯草莓奶昔。今天吃的真是甜蜜蜜呀。